7月24日晚，欧弟通过微博上传女儿与秀杰凯两个女儿开心玩耍的视频，秉承好热闹啊，辛苦了秀杰凯，从今天开始九九祝你们家好了。视频中房间不时传出小公主们的笑声，十分的欢乐温馨而甜蜜。秀杰凯第一时间转发了视频并表示，其实是我自己比较想玩。欧弟老婆也留言道，耳边一直是三个孩子魔音环绕。欧弟隔空回应称，辛苦了，我在片场替你们加油。网友看到微博后纷纷围观并留言点赞，为萌娃打 call， 帮我捞新闻，这样的小可爱给我来一打，报道。